深情一吻让粉丝的心都融化了。韩星宋仲基靠着戏剧《太阳的后裔》翻红，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对着镜头拼命耍萌，或是抓起了小猫不断逗弄，模样超俏皮。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播出后，宋仲基广告代言酬劳一路看涨，比一比原本只有一支广告，泰剧播出后一次接了十支，而价格也从原来的每支1500万涨到3900万，涨了2.6倍。十支广告收益再加上2800多万的片酬，估计宋仲基一年就可以捞进4亿1880万元。이시대완벽한여심취향저격형스타일로업그레이드되다。今年一开春，宋仲基一举拿下2016年度风尚人物大奖，尖叫中现身，宋仲基也不吝于向粉丝开口示爱。저도사랑합니다네退伍后，宋仲基随着戏剧翻红，再获大奖肯定，真的是人红了，荷包也跟着赚饱饱。记者杨文新台北综合报道。